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离机会。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，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。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。Mayday！ 气压降低，无法维持飞行升力。气压降低，无法维持。看来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30年来，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。这不是简单的救援，我们摊上大事了。Warning: Earth engine system failing. Total 121 facilities. Correction: 1001. Correction: 3000. Correcti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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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。这是要在军事法庭的，你疯了吗？这么干等于同归于尽，是不能再死人了。地球上35亿人，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机会。快呀，快！我原来以为家在身后，现在才知道家在前面。千万要顶住！你妈的！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，我们决定选择希望。祝地球好运。爸爸，你要去哪儿？爸爸要执行任务，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Mayday！ 地球上的人别放弃了，我儿子还在下面。请求直系亲属通话，呼叫刘琴。他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是你亲爹。中国新年的第一天，作为一名父亲，我不想这次团聚是最后一次。我已经记不清你这个混蛋的样子。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？373号运载车已失联。爸，对不起。Warning: Unauthorized awakening。刘伟强，你要干什么？爸爸，你真的会变成一颗星星吗？会啊，你只要数3、2、1，抬头就看到爸爸了。太阳急速老化，将会不断膨胀，吞没整个地球。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，人类将离开地表，永远移居地下城。The question remains. Now, what should we do?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will mobilize al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10,000 建造10,000座行星发动机。Planet Earth。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，我们选择希望。点火。